啊，行了，别干了。这虽说活急点，也不在这会儿，知道吗？那你说是去是不去呢？啊啊！我哥哥说去吧。怎么？别给脸不要脸。嗨，什么词儿啊？您这叫？得把房给咱拆了。啊，走吧，把炉子端下来。啊，把火弄灭了。对，别着了。去吧。一出门我一瞧。你还弄车来，又来车了，太麻烦了。接您来吧，哥哥，咱俩一块上，省得翻了啊！来，独轮车呀，有车就不错了，是吗？是吗？我坐这边，他坐那边。嗯，大个儿把绳套好了，滋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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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在了前外会友镖局，到了，老掌柜的迎出来了，嗯，带着很多的人，一阵寒暄，往院里就走。是，一进门一瞧，迎面是一个二层的楼，哦，两旁边是刀枪架子，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射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带尖的带刺的带轮的带刃的带绒绳的带锁链的带倒齿钩的带峨眉刺的啊，什么都有。一瞧这可都是练家子，对呀，啊。老头拿手一指，来，怎么样？咱们楼上聚话。哦。他一伸手指的是二楼这阳台，是，这可是抻练我们。这有你要是走这个楼梯儿，嗯，你可丢人丢大了，现眼了，讲究旱地拔葱，一个跟头蹭得上去练功，这怎么办呢？是，冲我哥一努嘴，嗯，这是我哥一伸手又打怀里掏出暗器，啪，嗯，往这边一扔，我拿手一指，有刺客。哦，老头带人呼啦超全过去，一来我哥哥来，走上楼梯来，哎，这么上去了，您这也不露脸这个。赶在楼梯上往那儿瞧，老头回来脸都青了。哎呦，这是谁扔的粽子？哎，你们身上也就带这个？这谁拿来的？这是，嗯，上来吧，上来吧。嗯，老头上来了，往这儿一坐，呵，吩咐一声是大排宴宴吃饭。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嗯，猴头燕窝，鲨鱼翅，熊掌，干贝，鹿尾尖。哦，甩开腮帮子，撩开后槽牙，饭菜如长江流水似风卷残云。把里边套间打开了，小仓库钥匙拧开了，嗯，就跟倒土箱子里是稀里哗啦稀里哗啦。哎呦，这过瘾呢！这回可吃饱了啊！吃饱喝足一抹嘴，老掌柜告我私了，你别走，别走。哎，对，你先等会儿吧。吃饱了就走啊？吃完就走不行哈？啊，今天找您二位来有事儿，来呀，咱们楼下。抻练抻练吧。哦，说着话，老头一跟头打阳台下去了。是，我们怎么办？您上来有辙，下去怎么办呢？也得练功。我哥哥站在楼梯口都傻了。啊，这怎么办呢？就这么，我一抬脚一踹他，哎，慢点，慢点，就这么就下去了。来在了楼底下。啊，我哥哥说这样吧，是我给您练一趟大枪怎么样啊？哦，练枪，一伸手摘下大枪来。嗯，我给您练一趟。六合枪，六合有赞为证。怎么说？一扎没存，二扎心，三扎没存，四扎心，对，五扎没存，四扎心，六扎没存，七扎心，全扎心呐！这特别难背，一不留神就背错了。这什么呢？这个，你换个地方扎怎么样？拿起大枪来，刚要练，我说哥哥，嗯，你的感冒可没好，是你可别重复了。哦，我哥哥一听有道理，怎么把枪放下，气不长出，面不改色。哎，废话，没练他改什么色呀？跟着。啊，我说你没练我来呀。您老掌柜的，您见过使刀的，您见过使枪的，嗯，您没见过刀枪并使的一块儿来。今天让您开开眼，探臂膀，一伸手，嗯，打兵器架上拿起一杆大铁枪，一吊个汤，嗯，枪尖冲下，枪转冲上。哦，老爷子您给扶着。嗯，老头真听话，拿手攥着大铁枪。嗯，你干嘛去你啊？是，我说我拿把刀吧。哦，拿刀去。啊，一瞧这儿有把刀，嗯，摘下来一瞧，这刀真不错。怎么？暗箭翅，腿崩狂，苍啷啷，宝刀出鞘。嗯，刚一出鞘，西北前天来片云在。是。紧跟打了一声炸雷，咔嚓嚓。嗯，老头撒手扔枪，躺在地下这样了。哎呀嗨，你让老头扶着避雷针呢吗？这是。嗯，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您说，哎，这怎么话说？雷再来一块。哎，对，还来。够了，够了，手还木着了这个。啊，是。我说得了，这样的话呢？枪不耍了，咱们只耍这口刀，就练刀吧。我今天给您来一个夜战八方藏了刀式。好，哎，哎呀，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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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什么意思？夜战八方，哎，这老在脖子那儿比划呀？不是，夜战，你把这姿势想好了。八方藏，不是，这个这儿怎么样？不，哎嗨，跑我这里没有藏刀式，那就摆好了就得了。对对对对，啊，练完之后老头很满意，是吗？太好了，太好了 啊！就来回这么转，他愣没死了。哎，嗯，净围脖子绕了，福大命大，造化大呀！啊，来吧，后院咱们验验镖吧。验镖，验镖可了不得。怎么讲究明镖暗镖子孙镖？怎么讲啊？哎，这个明镖是把东西装箱子，嗯，明着抬出去。是，如果遇见贼人把东西弄走了，人杀了之后，嗯，要这样。
镖局只赔一半。哦，这么厉害。哎，暗镖的话可了不得了。怎么？金银财宝明着不露，暗含着藏在某件东西里边。是是是。可有一样，暗镖要东西丢了，得全赔人家，都得赔人家。这是过去的规矩。哦，我一瞧，这是暗镖。暗镖。